本赛季的韵律舞选曲《银河护卫队》。来自北京世纪新华电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史尚和王新康，这对组合也是全新组合。上赛季史尚是和吴楠搭，王新康和李轩同搭。当然，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同步年转步，第一段完成的非常好，但在第二段的时候女伴重心不稳，那这个动作会给予一个负的交易。图案接续负，
转体托举。我们中国冰舞组合整体的托举都是强项。